光临，这边坐。来，要顺什么？哦，廖立荒哦，我不是廖立荒啊，我姓郭啦，我叫郭立荒啊。那个800英尺哦，500英尺，没拢骗啦，没啦。先生，你要走吗？叫你五，先吃个开心果、哦，开心果哦。吃嘞，帮你看一下你的手，手相看一下啊、哦，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人生充满五大挑战？来，帮你看一下哈、哦，北泡泡又咪咪。都没有在做五大挑战哦，还跟你说有做五大挑战，人生至少剩一半啊、哦。他还有没有什么要问？哎呦，要问业绩哦，来帮你算一下。你老板姓蔡哦，很会生哦，跟罗志祥一样很爱运动哦，很好很好。他、跟这样的老板业绩还会做不好，真的是哦。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你相信这酷东西在东森保健的一次不用花半毛钱就可以拿来送人吗？通通告诉你，除了方便收纳不占空间又带来好运外，还可以重复利用，并且与您的保护提成定期定额收费收据的概念。只要每礼捐出300元，东森保健还会相对提拨每礼100元给慈善机构。虽然我们是数学家，但这样听起来很不错，对吧？来，东森保健，功德圆满，公益铺满，放进去，快点放进去。我感觉了，哦，来了。来了，对，主播，三方面安，功胜宝君，功力充满，功德圆满，有没有记住这种感觉？感觉刺刺的，热热的。来，阿姨告诉你哦，用五大挑战的方式拿去给你的客户，跟他用功德灌满他，把爱、把未来、把退休金都存进去哦。啊，明年这个还会出哦。灵异会满分哦，叠越高业绩越旺哦。你看，像这个叠得多高，你业绩就会多旺。来，先生，你想要认几个？哦，1300个哦，认的比高雄还要多呢，很好，很好。来，再拿回去跟你结一个缘呐，哦，谢谢啦，哦，慢走哦。大家一起，终胜三十，哟，对，谢谢，恭喜不满。纯爱，纯未来。